17号晚，常以硬汉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孙红雷在微博上上传了两张自拍照，并颇有文艺气息地称，有时要看看自己，和自己的心谈谈话。不料随后却被曾经一同主演谍战剧《潜伏》的老婆翠萍姚晨同学一句话打破了意境，则称你没事老自拍，组织也想找你谈谈话，一时被网友们奉为神回复。更有网友调侃道，翠萍公众场合要叫渔夫站长。